亚利桑那州 Local Motors 公司制造的无人迷你巴士有望于今年年末登陆南内州，在当地实行试点运行。内州官员上周宣布， Local Motors 公司与州长经济发展办公室合作，将于今年年底在当地试行一台无人迷你巴士。Local Motors 公司通过生产 3D 列印的汽车而闻名。该公司透露，该新型巴士计划在维加斯大学内华达州大展示这台安全性和可靠性高的巴士，最终在维加斯市运行无人迷你巴士车队。内州州长桑多瓦尔发表声明表示，无人驾驶车辆将成为新型交通工具，改变我们出行方式。想收看更多维加斯华文短片，请浏览新闻网 lvcnn.com。 谢谢。